一路来都是做复印行业，然后我是 technician 修理那个复印机，因为复印机是那个头呢，它是粉的，然后我们复印机有问题的时候啊，它那个粉印飞出来这样子，那个门一打开就看到那个黑色的那一个，就是我们所谓的铜的，你们通常是叫阴那个，因为它是抛的来的，它是粉来的，说那个吸进去其实是对人体不好的。所以我进这个行业有七八年了吧，说一路以来我面对的问题就是皮肤敏感的，我看医生有看到是不进都有，这么多年来都没有办法解决，说唯一的就是换那个玻璃全部一直换一直换，肥皂一直换一直换，其实到后期我是用到 Love 会比较好，我状况比较好，可是还是会痒，手会痒，脚会痒。然后经过我妹妹的家伙介绍我来听尤尼美了之后，然后就开始服用这个马基了。喝了第一个星期我很爱睡，每一天都是很爱睡，那个时候是25ml，早上25ml，晚上25ml。喝了一个星期我想很爱睡，然后我就倒回去问回 Alan， 我好像回去问 Alan， 然后 Alan 就叫我喝50ml， 所以第二个星期我就开始50ml， 早上50ml， 晚上50ml。接下来我就觉得皮肤痒了，紧张了，我又倒回去问到底为什么会这样。正常你回答我是排毒，如果没有记错，所以我养了一个星期。一个星期之后，我发现到平常我每次我们修理的时候，手这边会撞到头呢，跟脚会撞到头呢的时候，那些部分会痒的部分也好了。一个星期后不会痒，连以前会痒的也不痒了。然后以前手卷痒的时候抓的那些部分呢，全部都好了。So， 马基帮了我很多。然后我要谢谢你来吧，有这么好的伙伴。然后还有介绍我的人呢、啊，要不是他们介绍我，到今天还在找医生。